六名恐怖分子强行于桥南镇以废弃家属为内，上级命令我特勤排迅速出动捕捉恐怖分子，维护社会稳定。两名暴恐人员劫持了一辆公交车。一次汇报，我组勘查在家室西侧发现有多次操作。我们小工来。突击一组到达攻击发起位置完毕，二组就到达攻击发起位置，三组就到达攻击发起位置。